相隔三年，寒流天王 Rain 再访港。Rain 获邀出席香港一个圣诞亮灯活动，吸引咗近千名 fans 一睹偶像风采。Rain 以一身墨绿色西装迎格现身，虽然今次逗留香港嘅时间好短，但系佢都有抽时间周围游览噶。어제먹었는데네역시나너무맛있었고요그리고가기전에또먹고싶은데먹을수있을까모르겠습니다어제는그트램을타고네빅토리아피크에올라갔었고요그리고맛있는음식을좀많이먹었던것같아요그동안홍콩와서먹고싶었던음식이있었는데그리고좀아쉬운게제단골집이좀많이없어졌더라고요그게좀너무아쉽더라고요네多年前 Rain 曾经来香港开 show， 好多 fans 都期待再睇到佢嘅演出。Rain 就同大家透露佢嘅公演计划啦。실제로지금공연을준비를하려고하고요아마지금시작이한국을기점으로투어를할까네지금고민하고있습니다제공연을오신분들은좀아시겠지만제가항상굉장히강력하고좀스펙타클한무대였다면이번엔좀여러분들과대화를하고좀뭐랄까요조금같이즐길수있는그런공연을만들려고하고있고요 DJ 도제가섭외를하고있고그리고같이좀어루워지면서좀놀수있는네그런공연을만들려고합니다节日气氛浓厚 Rain 工作之余亦不忘向大家送上祝福잘지내셨는지라고물어보고싶었고요그리고항상앞으로도건강하시길바라고며칠뒤에있는크리스마스잘보내시길바라고새해복많이받으시고뭐였죠새해복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Rain 访港的行程话咁快就结束了活动完咗之后佢即刻赶到机场准备离开 fans 们一早就已经在机场等候送偶像机了